新一季节目《中国好声音》7月19日起每周五晚9时档将在天下卫视播出。不同于去年全男班的导师阵容，王力宏、那英、庾澄庆、李荣浩四位导师再次回归了观众们熟悉的三男一女的搭配。从2012年开始，《好声音》已经播出了7季，在歌唱类综艺节目中实属难得。我们常常说七年之痒，但《好声音》要突破七年之痒。总导演金磊说，今年节目最重要的主题就在于全新出发。敬请锁定周日晚间6点国语一台以及无线3台的天下纵横谈，2019中国好声音，来势汹汹，0719。